事儿？断雪浮求之志。这个是烧饼，他那徒弟。司马温公道有过问吃饭的本事，听见没有？容四次让你懂得谦虚。烧饼啊，又欺负师弟呢？没有说。好啊，趁我不在装大野狼，看我不收拾你！快点，快！哎呦，烧饼，你干嘛去了啊？干嘛去了？昨晚上打了一宿游戏，实在没起来。你先精神精神吧。今儿师傅检查背地理图，你要背不下来可全完了。放心吧，早我就准备好了。地理图那么大一段，你全背下来了？我给你背一遍，你来。出北京德胜门，走清河沙河昌平县，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，沙城宝安下花园，新庄子宣化沙岭宁远，张家口坐着飞机又回到北京。嗨，坐飞机回来的？人家张家口有机场吗？你就飞？有，我查了，能飞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就背这么两句，师傅那关你过不去。放心吧，今天肯定能给糊弄过去。哎呀，真的，哎哎哎，都别嘀咕了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过来过来过来。这陶阳演的是我师傅，就是都是演小时候。看上来了，这挺有意思的。让我看看你们练的怎么样。准备好了吗，烧饼？准备好了。你先来。好嘞，师傅。出北京德胜门，走清河沙河昌平县，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县。这小菊，这是岳哥徒弟，我知道，就是演的岳哥。沙城保安下回人，新庄的宣化，沙岭宁远，张家口，坐飞机回到北京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哎呀，这孩子太聪明了啊！虽然就背到了张家口，但知道坐飞机回来，侧面的也反映了你舞台应变能力。好，师傅喜欢你，谢谢师傅。哎呀，太好了啊！哎哎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哎，没事，师傅，烧饼可能有点晕机啊。先别晕机，赶紧背一遍。啊，该你了，别别，怎么也得上。那个。啊，快点！出北京德胜门，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什么那个张家口坐飞机回北京，出去！什么倒霉孩子啊！不学好瞎抖什么机灵？坐什么飞机？坐飞机？不是他们也坐飞机了吗？他坐飞机你就坐飞机啊！啊，他那么点你那么大个你坐得进去吗？啊！师傅是个讲理的人，是不是？我从不偏着谁向着谁。师傅的意思你得往下背，前压奴婢手，一压当行人。你就指着坐飞机蒙观众钱是吧？他也坐飞机。你老说人家干嘛？现在说的是你，他能坐飞机你就不能坐飞机。你乐什么乐呀？哎，你还一句不会的，不是跟我们这瞎走什么乱。哎呀，走。勇哥小时候真这样，是吗？他小时候真撅人扫地条啊，他坏呀、啊，坏！烧饼，怎么回事？师傅，师傅，我错了，师傅。哎呀，你就让我生气吧，你。师傅，我错了，你给我机会，我肯定好好背。你没有一天让我省心的，师傅。师傅，您就原谅烧饼吧。行，咱们往下啊。啊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咱们相声当中最难的是唱。你们谁愿意展示展示啊？你来。啊，好嘞，师傅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？五环吗？什么五环四环？小月呀，小月。啊，你过来过来。嗯。小月是吧？是师傅。就这么唱，准能火。啊。听师傅的，哎，我再跟你加上一句啊，哎，后边加一句，你比六环少一环就更好了。可是这主意师傅出的。那师傅，我这个演唱的状态，表情再丰富一点。我的天哪！哎，来来来，找找，这能行吗？就这样。好嘞。别看这玩意儿简单啊，听着很上头。嗯。这个师傅对你的肯定很高嘛，是吧？烧饼。哎，师傅。该你了，我最近学那说唱 rap， 我给您来一个说唱啊。好啊，来来来，往前站。发发财，发发财。这，我说什么来着？
我说什么来着？你这孩子，你就不学点好啊？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？这以后站在台上，那台底下好几千个观众，你就站在那儿发财，那玩意儿能行吗？那观众非得拿水泼你不可呀？比他那五环强多了呀！你老说人家干嘛呀？啊，你呀，你就是干什么你都不认真，你就非得让我着急。你真要学说唱啊，为师可以教你啊，但你得好好学。师傅，您还会说唱呢？哎，说到一个，这么想起了哪个说哪个，这个哪个说好了都不错。南来的，北往的，这个鸡鸭子四地喝港的，大家都来擦皮鞋。师傅，哎呀，你说凉不凉？不是这个说唱啊。哎呀，娟儿啊，别老骂烧饼了，孩子没大。这于老师，九良演于老师，你串场了啊？倩儿哥，怎么着德纲？这孩子他多皮呀！啊，不骂不成才呀！是，我这会儿骂他几句，且比以后上了台让观众骂下来强吧？哎，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嗯。但是烧饼小四这俩人挺努力的，是台上有模有样的吗？不，嗯，孩子嘛，尤其咱自己家孩子，多鼓励鼓励，是得给点自信心。对，听师哥的，哎。大哥大哥欢迎你，感谢你来我这里。大哥大哥欢迎你，高峰等你等着你。他来了，他带着乐意走来了。他来了，他脚踏祥云。小兔崽子。我不打死你，今天你别玩我，你给我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，哎，回来！慢点，你懂什么呀你？你蹦过地吗你？这才是艺术呢！行了，这会儿你来什么劲啊？刚才师傅在这时候你不喊，你这会儿你又来劲是吧？不是烧饼，我怎么觉得？咱俩说的这个它不是相声啊，这观众都乐成什么样了？不是，这跟观众乐没关系，我是说平时师傅要求咱们好好说相声，好好说，咱演这什么就演这个精神小伙，就演这个。你台上刚才不也挺美的吗？不是，这不是你让我这么来我才这么来的吗？要搁我平时我还不乐意呢。不是，相声不能一味的传统，不得创新吗？你现在甩这片的话，早你干嘛去了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意思是什么呢？相声不能拘于形式，俩人站台，你穿什么管他干嘛呀？不是，还好好说乐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呀，你好好琢磨琢磨，师傅平时说那些话吧。你要再这样，我都不跟你玩了。小四，哎，完了，咱俩完了。不落平阳你不赔，东山再起你是谁？师娘，他们都欺负我啊！烧饼，倒霉孩子不学好，一天到晚给我惹事儿。我真是我师娘。你能不能好好弄活呀？给我省点心好吗？哎，四哥。四哥，你别跟着我，我不敢沾你。现在不是你，你别跟着我。现在就你能帮我，四哥，我帮不了你。你听我的啊，踏踏实实演你的精神小伙，多火呀！来这个吧。不是，我都已经好几天都没理我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没理你就对了。你想想，你一天天的啊，师傅天天教育你，容易吗？他得费多。师傅。不是我表现，我说是背，平时啊，那个现在背，赶紧蒸羊羔，哎，蒸熊掌，蒸鹿眼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，哎，卤猪卤鸭，酱鸡腊肉，松花小肚，料肉香肠，什锦素盘，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哎，您给我说说活呗，对，哎呀，你会说相声吗？不是我呢，你说那就不叫相声，爷们儿，咱们这行啊。凭本事吃饭，不养闲人。不是，饼，我觉得吧，你是得好好琢磨琢磨了。
师傅给咱这碗饭不容易，咱不得把这碗端住了吗？一个灿烂的笑容，多少次你受了委屈也不敢出声，让所有流下的眼泪。郑阳高，郑阳高，郑兄长，郑龙岩，少华呀，少朱金，少子，杭州北京盖世无双啊，一竹马慢打响叮当，摇一步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哎，嘛呢大饼，刚演完赶紧脱了大褂歇会儿吧。没有，这不琢磨琢磨刚才演那作品。哎，今儿表现不错了，咱俩这节目多火爆啊。嗨，能踏踏实实说相声就挺好，别聊什么大梦想啊，能对得起观众的每一张票钱就够了。说得太对了，还说这个，你记得咱俩小时候吗？穿一身那样的衣服，咱俩还大哥大哥欢迎你，还记得吗？赶紧脱衣服歇会儿吧。哎，烧饼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，从小淘气，每天惹祸，为烧饼我是没少操心。学相声，先学吃饭，再学养家。三年学说话，一生学闭嘴。尽力做事，尽心知命，雷霆雨露，俱是天恩。努力吧，饼儿。痛苦不过是痛你找寻我，不过是被你折磨一场梦。上天了，我也抱歉没见你了。这样高清手掌真伟稍微上书记上纸，是不是饭你给我说说我呀，是不是饭在想什么呢？我想你师爷了，走宝贝儿，师父带你呀、啊、找你师爷，让他呀也骂咱俩几句。人是少